先介绍，曾经有朋友来关心嘉义县议会正副议长选举的相关申请，已经过多日的协商。民进党嘉义县东部宣布，后一届的议会确定要由现任的代理议长张明达和议员陈怡岳做伙来挑战正副议长的宝座。因为民进党已经掌握过半的席次，如果无发生着投票意外，张明达和陈怡岳会当恭喜已经当选。嘉义县民进党县党部宣布，下一届议会确定由现任代理议长张明达甲议员陈怡岳做伙甲着正副议长。而目前历任党团成员拢已经签署册结书，保证遵照党团决议投票一致性，绝对无走票，也则是换票的违纪行为。如果有违反者，将受开除党籍的上严厉处分。同时，将由党团总召林秀琴议员等人担任监票员，落实票入柜。一票都不能走的要求。嘉义县议会秘书长黄尚文表示，目前嘉义县议会席次总共37席，历年目前掌握的席次是24席，以及拥有过半的席次。对于国民党方面，目前并无推出各地议长的人选。新闻中的新闻嘉义县采访报道。